小舞狮蹦蹦跳跳向大家拜年，新春送祝福之际，小朋友还有一个更大任务。Hello, good morning. Good morning. 不吃肉的话可以保护地球吗？可以。新加坡慈济大爱幼教中心常年推动吃素，今年受美国慈济教育基金会的邀约，加入全球慈悲大挑战的行列，鼓励小朋友推素。我们人类我们也想要生存下来，那同时我们有没有想过，其实动物它也是一个生命，因为我们人类口欲，然后就这个生命就没了。那我们就想到，哎，那茹素是一个很好的东西，就是有一个同理心跟可以去慈悲啊，去爱这些动物。拿着自己制作的看板和蔬食食谱，就准备去推素了。Are you ready to go out and do our challenge? Yes. 不论同学们的家长或者社区民众，都是他们分享的对象。送给你，你可以在家里吃素。你跟我分享是说要吃素啦。这个地球暖化了嘛，所以我们要保护它呢，就是尽量要吃素啊，要环保啊。那个几个小孩子他讲要吃素了，对身体比较好了。所以你会愿意跟他们一起吃素吗？会。在许愿卡上写下募集的素食参数，都是善念的累积，也是给予万物最美的新春祝福。大爱新闻张玉佳、戴小庆、林金坤、王虽喜，新加坡报道。